好，我们谢谢东海国中管乐团陈鸿初老师所带领这个精湛的演出哦。那接下来要介绍的是我们下一个团队是新生国中管乐团。新生国中管乐团是创立民国63年，至今已经有45年的历史，是县内老牌管乐社团之一。目前的团员将近有90位，然后是新生国中最具特色的社团之一。除了比赛成绩很好之外，还多次担任全国系以及台东县重大运动竞赛活动的大会乐队。另外，常与国内各县市学校艺文团队交流演出。105年学年度与国立清华大学、台湾师范大学举行了校际的联合音乐会。107年度与台北中正国中弦乐团以及台东著名的艺文团队举行了翻山越海遇见你、四校联合音乐会等等。新生国中管乐团在历任校长的努力经营与多位师长及各界不断支持下，才有如此优异的表现。连续的从103到107学年度参加全国学生音乐比赛南区的决赛哦，皆获得了优等的佳绩。那之后也希望各界能够继续给予努力，让新生国中管乐团可以传承下去。今天新生国中管乐团为各位带来是一连串具有主题性的演出，都是以西洋流行乐曲为主。第一首是知名的瑞典乐团阿巴，好，那曲名是阿巴 Go， 就是由4首阿巴乐团所成名的流行的乐曲所组成的主曲。第二首是由共和时代 One Republic 的数星星 Counting Star， 然后第三首是由 Luis Fonsi 所演唱的 Despacito，一首西班牙的流行歌，在我记得应该是去年是一个被选为洗脑第一名的一个流行歌。刚刚我讲的一些曲名，可能在座有一些可能没有办法听懂，没有关系，待会音乐一下，各位绝对会有印象，绝对会能够跟音乐一起翩翩起舞。好，因为新生国中管乐团也是我们今天所参加团队中人数最多的乐团哦，那我们现在给他们一点时间准备一下。好，接下来掌声欢迎由李元辉老师所带领的新生国中管乐团，谢谢。
Thank you.
好，我们谢谢李先生国中管乐团精湛的演出。我们刚刚那首 Stasid 有没有燃起各位舞蹈的一个动力？好，接下来是进入到高中组。那在这里，我要先跟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观众朋友说声抱歉，因为活动安排的关系，我们今天的演出没有中场休息时间，所以如果说有各位需要方便一下的，就是可以劳烦各位从后面的出口进出，在这边先跟大家说声抱歉，也谢谢大家配合。好，我们接下来的团队是台东高商管乐团。台东高商管乐团是国内高中子学校相当出色的一个管乐团，成立至今已经近十年的，也是我们县内也是相当老牌的乐团之一哦。那多次代表台东参加全国学生音乐比赛决赛，也曾在102学年度跟103学年度连续两年在南区决赛中夺得了特优的佳绩。然后我们在104学年度则是直接进入全国决赛的记录，同时也曾担任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以及全国原住民全国原住民运动会的大会乐队。啊，团员们多半是利用假日休息时间以及课余的时间练习，然后学校的学长姐们有着优良的传承使命，无私的奉献教导学弟妹。每年在定期举办台东管乐迎新，大大提升台东地区我们县内管乐风气以及水准。今年我们在6月30号到7月7号当中，也是在台东高商办理我们今年2019年的管乐迎新。那欢迎对管乐音乐有兴趣的学子可以踊跃参加。今天台东高商带来的曲目有两首，第一首是《水手与海洋之歌》，这一首曲子是由 Robert Smith 的美国作曲家所谱写。Robert Smith 这位作曲家的特色呢，就是将我们生活中的声音用乐器来表现出来。这首《水手与海洋之歌》，它最大的特色就是中段有一段很安静的音乐。那这段音乐呢，它是模仿深海的声音，在深海的声音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等一下可以仔细听听。那同时我们这首曲子也有利用打击乐器来制造一些海洋动物的声音，就在我刚刚说的那一段深海的声音里面，各位可以听到鲸鱼的叫声。那等一下在演奏的时候，我们可以仔细找一下这个鲸鱼的声音在哪里哦。好，然后第二首是日本古老童话的选曲。好，这一首曲子是由高桥宏树作曲家所谱写，它是由日本五个，也不算日本啊，就是童话中的小故事，是由金太郎、桃太郎、古岛太郎、开花爷爷还有龟兔赛跑五个故事所组成的一个曲子。那不过这首曲子要特别介绍一下，因为这首曲子它其实并不是专门写给某个乐团的，而是在日本它有对于管乐其实有很完整的一个系统，也有专门的杂志。这首曲子是那本管乐杂志后面的附录而已，也就是说你买了这个杂志，你就会得到这份谱，所以这个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认识音乐然后学习音乐的一种方式，一个路径哈。好，我相信台东高商管乐团同学已经准备好了，那么以热烈掌声欢迎同样是校友的谢坦杰老师来指挥台东高商管乐团的演出，谢谢大家。
好，我们谢谢台东高中管乐团激战的演出。接下来高中组的第二队，我们要欢迎的是台东高中管乐团。台东高中管乐团是于民国53年成立，以培养合群的品德、团队的精神，并且提高台东地区以及北校的音乐水准，互相切磋乐器的技能为宗旨。那高中的社团经费缺乏，管乐团的经营跟发展也蛮艰辛的。那这些不畏艰苦的东中管乐人，能在有限资源下很开心、很快乐的演奏乐器、学习乐曲，并且享受着合作过程中优美的乐音以及丰富的音色所带来的心理满足。台东高中在104学年度全国学生音乐比赛中，同冠五重奏获得高中组的特优第一名，并在105学年度全国学生音乐比赛南区管乐合奏，高中直组获得特优的佳绩。去年的107学年度管乐合奏也取得了代表权，参加全国音乐比赛。乐团的发展从来都没有间断，一步一脚印的迈向更高层次。乐团经营每年由团员中选出高二的同学担任干部，在社团中学习领导分工、沟通以及协调能力。在音乐学习方面，管乐团同学对于音乐诠释及乐器技法有着无限热情，大家平日利用在午休时间扎实的练习。其中有些团员在过去其实完全都没有音乐基础，就好像我当时刚进去嘉义高中一样，但是借由老师、学长以及同学的热忱指导切磋底下，然后乐器的技术不断精进，对于音乐的热爱也表露无遗。相信观众在这次音乐会中可以感受到台东高中满满的热情。他们带来的曲目是标准的管乐型曲目，第一首是由日本作曲家八木哲教师所谱写的《在西风中摇曳》，然后第二首是音乐剧《钟楼怪人》的选曲。好，特殊的是他们今天这场演出所负责的指挥分别是由校友以及在校生来担任。第一首《在西风中摇曳》是由在校生同学张哲嘉张同学来负责，然后《钟楼怪人》则是由毕业的校友许知廷许同学来担任来负责。请各位听听有别于我们职业老师的指挥，由学生们、在校生们一些我们认为说他们不是专业人士的指挥，感受一下他们热情，感受一下他们的活力。接下来我们掌声热烈欢迎台东高中管乐团，谢谢。
我们谢谢台东高中管乐团的精湛演出，终于到了最后一队，也就是我们县内唯一大学的管乐团。台东大学音乐系管乐团呢，是我们音乐系上重要的演出团队。那成员除了音乐系学生之外呢，还包括其他系所的同学，以及台东在地喜爱音乐的朋友，像我一样。管乐演出经验相当丰富，除了演艺厅定期举办的音乐会之外，还参与台东县政府学生美感教育暨艺术的一些活动，也受邀到那个志航基地进行绕军演出。目前乐团编制约有40位成员，在系主任林千才教授以及乐团指挥梁兆峰教授的心情带领下，管乐团的曲目除了一般管乐曲之外，还加了许多爵士风格、流行风格的乐曲。那希望借此能够增加听觉效果，让台下各位听众可以感受到不一样的管乐响念。另一方面，台东大学音乐系管乐团也积极与台东在地各地学校的积极进行演出，那希望可以增进学生之间音乐的观摩学习，并且促进台东地区的管乐发展。今天台东大学音乐系管乐团为各位带来的也是一个有主题的曲目，第一首是电影《越来越爱你》的主曲，第二首则是卡通动画《海贼王》的主曲，第三首的曲名叫做《在海角那些年的小幸运》。听名字大家应该知道是国片嘛，那至于是哪些国片，大家就可能稍微等一下自己揣摩一下啊。好，那也到了节目的尾声，未免等一下我不能完整的跟各位说再见，在这里我要先跟我们演艺厅我们的那个文化职工各位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先给你们一些感谢，也感谢我们后台张小姐以及灯光师的协助，更感谢台下所有听众你们的对于音乐欣赏的热情、音乐欣赏的专注，都给了我们在台上的同学非常很好的鼓励。希望我们的管乐响念，明年我还能像这样子再一次见到大家。最后要谢谢今天来参加这个活动的七所学校，包括卑南国中、独朗国中、新生国中、东海国中以及台东高商、台东高中、台东大学音乐系所有的同学、所有的老师，以及所有支持我们管乐活动的前辈、师长、先进，有你们的帮助，有你们的上线孩子坐在台上坐在台下欣赏我们的演出，这是对我们管乐活动最大最大的帮助。最后还有一个，还有一位，一个礼拜是一位，一个群体，真正要谢谢的是在台下各位家长，你们的支持才是对于我们这些对于音乐有些小小疯狂的同学朋友们，才是最大的支柱。现在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台东大学音乐系管乐团由梁兆峰教授带领所指挥，谢谢大家。对不起，要更正一下，手上的资料有点错，我们第一首是越来越爱你，第二首是我们的国片的金主曲在海角的那些年的小幸运，然后最后才是海贼王主曲，在这边做一个更正，谢谢大家。Thank you.
Thank you.
有勇气、有力量去面对未来的挑战。我也为贝斯用我所有力量，能够让你幸福。我真的很希望我是能够当你快乐的时候能够唯一想要分享的人，当你悲伤难过的时候第一个想要依靠你。我要对大家说我爱你 Melody。希望你愿意以后接下来的日子有我陪你走下去，一直到很老很老。愿意嫁给我吗？我愿意，因为太多人了，太多人的见证了。组长你知道吗？组长你知道国际礼仪，谢谢。我也爱你，谢谢谢谢大家，谢谢。还有我们的媒介小叶，小叶，这算是我们的媒人，爱他一下，为什么连你都骗我？谢谢东大，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好，感谢大家的配合哦。那个，我也是到今天才被告知这件事情的哦。本来新娘要，不是新娘，还没到新娘哦，女主角在下面哦。然后，不过一切都圆满哦，感谢大家配合。那今天为大家带来我们最后一首曲子《海贼王》哦。好，那也谢谢大家今天的莅临，谢谢。
那我代表文斌老师啊，谢谢大家今天的莅临。那今天听了很多学校的音乐会，那让我们对这个台东的音乐越来越充满了希望啊，希望能够明年都办这个活动。那在这边跟大家稍微做一个广告，这个礼拜二，我们台东大学的管弦乐团将在这个场地晚上7:30为大家带来一场精彩的老歌之夜哦，邓丽君、凤飞飞、台湾民谣，一直到下半场国台语的西洋的流行歌曲，免票入场哦，请大家跟大家说好吗？礼拜二的晚上，好、哦，欢迎我们台东的乡亲一起来捧场哦，整场的管弦乐都是大家熟悉爱听的乐曲。哦，再次邀请大家，也再次谢谢大家。我们是不是邀请那个每一团的指挥一起出场，我们一起谢幕？稍等一下。就是沙漠啊，等一下，就是在那边，你放心了。